默默、小雨，你们快来啊，给你们表演个绝活。八哥，我求你别玩甘蔗了，你过来帮忙刨刨地好不好？这就是我的新绝活，隔空造水。八哥是拿我们当傻子了吗？又是什么江湖骗术，偷偷使出来吧。我操作一次，看好了啊。没事，八哥，我可以挡，多几次也没关系。今天我就拆穿你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丢！十里桃花摆渡宴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《墨渊绝地生存》第87期。来来来来来，八哥，快教我！我都说了，就做一次。迷你历2022年1月1日，请八哥不教我变戏法，记仇一次。人们常说啊，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变成了路。这句话我一直都在思考。那下雨的时候，你点子不会甩到头上吗？以前路代表出路，现在的路代表发展程度，两者形同亦不同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修路的原因，因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让我们的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破烂。去豆园的路已经修建完成，然后就是去井口的方向，把井水的边缘替换成沙石，让它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像茅厕。接着把这些裸露在外面的石头全部替换成土块，让充满青草味道的草块将俺们包围。我的妈呀，可算是弄完了，好久没有体验过这种田园生活了。世界万般浮躁，当你真的静下心来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他妈无聊啊，还不如去逗狗小叶好玩呢。刚刚和八哥今天一天都没啥动静，干嘛嘞？哎呦，圣诞老头儿，这还给家里插了一棵圣诞树，大手笔呀，小老头儿！我记得没错，这一棵树是8颗星星的吧？新的一年，新的气象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买两个礼盒装点一下家里，差不多该弄的都已经弄了。哎，这是弄了一片啥地方呀？我说昨天一天没见呢，感觉这是出去拔仙人掌去了。看来你们比我还闲呢，是不是八哥？ One eternity later， 哦咻，可算找到这种又粗又大的树了。把这一棵挖掉，咱们家的终极栅栏就能做出来了。接下来我就要使用失传已久、只有甘地才会使用的乾坤大挪移。乾坤大挪移。欢迎来到默默的新家，如果你喜欢，那我也不送给你，嘿嘿。八哥回家了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俩人出门那么久，回来一言不发，一头扎到麦田里。我莫小树严重怀疑他们在偷懒啊！我师父住的事愣是让他们干了两天，来了都给我出来种树了。跟你们说，天天就是惯的。十里桃花摆渡宴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《墨渊绝地生存》第88期。爷爷怎么光着身子？光着身子？谁啊？光着身子的小木木。八哥你个变态，人家明明穿的衣服的呢，讨厌啊，不许看我。今天谁都不许往出跑啊，全都留在家里帮我种树啊。我这辛辛苦苦盖个新家，我容易吗？我哪里新家了？我的天哪，家里变化这么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八哥就弄了这么多牛圈。我再说一遍，那是小镇的鹿，鹿毛的牛圈。为什么仙人掌我看见长大了，为什么现在又变小？八哥，你咋又转到麦地里去了？给我出来种树啊！别小嘴巴巴巴给我转移话题。哎，哥哥，这是你的份儿，不要偷懒啊！住得漂漂亮亮的，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，退下吧。
八哥，你给我出屋了你。在沙漠繁殖绿洲，最好用咱们这个十字种树法，四面环水，加速我们的土壤营养挥发。这棵树苗可是咱们迷你树里最高的树，有了四环水这一手，就等着它变成参天大树吧。 2000 years later。 可算把手上的树主全部用到。哎，瞅了一圈，我怎么感觉想了点什么东东呢？刚刚八哥去哪里了？可恶啊，小兔子八哥又偷了。哎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刚刚我说四面环水保一棵，就这样给我偷懒呢。哦，我太难了，我自己弄还不行吗？我天哪，前面那个是猴山树吗？这俩长得连个果树大都没有。还没满月就出来工作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小兔子巴德，你往哪里跑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这就把你网线去，你等着啊你。看到我手中的东西了吗？手中的东西？什么？你别跑啊，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我还是把你网线去。哦，原来是桃树啊，赶快种树去。难道你不好奇从哪里来的吗？哇，好好奇好好奇，所以可告诉我是怎么来的吧。你修装个屁呀，我的天哪，什么鬼笑声。经过默默的一番帮助与劝导，八哥终于肯干活了。虽然这个坑还有水都是我和改改做的，八哥只是负责在树坑里点一下，但是其浪子回头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假期苦短，盼望大家早早完成作业，免遭开学熬夜补作业之苦。好了，绿洲建造完成，下一步外出寻找军队作战装备。